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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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只有我们有。他和你熊孩子，跟我叫。叫我出个熊孩子，现在给叫我进去。不用开灯被打。然后摄影机在你们装了。我打不了。谢谢了，打真的。但是我真的不会唱。下一次被修理的戏嘛，我已经花钱请道具准备两只鳄鱼。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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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熊没熊，熊没来。卖一个勇气就上来了，好不？哦哦，上来。他上一次我你们俩对起就对了。卖一个勇气就上嘛，无辜的公还是保重你哦。无辜。下一次。给多我两个。啊，你跟妈妈一组啊。可是副总，我觉得这个情绪我现在很低，我不会再讲说骂你跑了。只有我没有。啊，和你熊孩子，跟我叫。所以我就不要来烦你。你熊孩子。他要是排戏，他情绪就来了。你好，可以有。可以的。看爸爸这边。爸，我不随便开开。罢了，我不准备。你来新疆，我准备上班嘛。现在记者要进京，你头早起，把唯一当证人的东西清片样片删掉。我的台词，你慢点，慢点。我英文都不会。英文都不会。完了，知道了，完蛋了，你要救了，站起来。你要正式来就没有眼泪了。不玩。来看吃蛋糕吗？那个关心一下某某。处理完干爹的事情，然后来这边关心一下。我顺便看一下廖凯恒被打。摇滚区。超级摇滚区，然后摄影机在里面装了。平常私底下我没。他刚刚说。这样都会呛的。不是，他刚刚说他在那个摇滚区看你被打。但还没看到。还没有啊，还很后面。你可以，你上班我才会看到。我已经下班了。这么快啊？不然我干嘛来这里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已经下班了。他可能要陪你们到下班吧。我看你怎么被打。我学习一下，看你们跳跳跳跳。各位观众，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坏。哎。蛋姐，我是你的小老婆，你咋还在拍我照片？我咋不要了？谢谢了。奶奶不要。打巴掌蜜桃帮我出来，哥，打巴掌蜜桃出来。老婆说的，你教育女儿要有米，可能不能哦，打真的。我们这边试一下，看打巴掌的位置。我这一台，这一台，哎，所以你过他脸就可以，哎，对，要大力的过他脸。好来，好，可以。哎，我感谢你每一个。这应该会中，就真的中，这应该会中，一样这台，会一样分。好。哎，哥，导播说真的中就中。嗯。啊，多少秒？现在我会做什么干？他要把太阳挡住。我看你这边好干死你。来留住，别离。好，哎呦，今天最美的一把。叮叮叮！超香。哪一点红嘞？两位 OK 了，现在基本 OK 了。哎呦，非常感谢，红了。啊！帮我们大力一点，我很大力，啊，再大力，再大力哦，那比较顺，再大力的话，那他两个比较顺，啊，
要这样，用力往后推。你要直接往后。我可以再大力，可是你小心哦，就等下我力。他也是怕把他重打，就是我们一个，因为你一个怕一个，那永远都很紧。等我，我现在力量放掉，我放掉了，好。对对对，然后。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他上脸了，看 ，OK， 看，再一个，还是没有吗？没有，因为你怕，你会怕。我知道你看到这里你怕，你就觉得，因为这只还有后腿，你不会碰到这只。那你真的只能这样。四三二，一，咔！好，这个有，这个很好。好，他，为什么可以不用吃蛋糕？下去了，两个头下去。他们可能是甜点的部分。起来，主食的。反应，反应，反应。哦，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间的蛋糕，但是我觉得拿来酱汁有点可惜，所以我在想，等一下是不是被绊倒，头要买到蛋糕的时候，可能这样、啊，还可以吃到两口。你先拿汤，然后吹红蒜嘛。还是我们偷移一点。对，两个人一起，然后两个一起下，一起下，好远哦。这样太危险。妈的红叶，仔细去擦，就是在你那个擦，不是真的吃到，但是还是有感觉到奶油的香味。一点有了哦，有一点还是有点，但其实直接门打的真的不痛，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可是他们都打真的，我看听好响。对啊，一定会响，但是响不痛，这才是功力，他们真的都有做到，尤其是琴姐打得超用力的。但是我真的不会想，什么渣男，我对你有哭了，都是一场戏，会和好吗？会和好吗？之后有一个那个。重磅消息，但是我救过，救过。可是他那个下一次被修理的戏嘛，我已经花钱请道具准备两集了。但是，我有塞钱给他。但是我今天这个巴掌打的，竟然没有叫我打他巴掌。你是想要找好？那可以现在可以补，现在可以补，现在可以补，这样，可以补一个，补一个，来来来，补一个。观众应该看得蛮爽的，哎，快点快点！我现在李瑞生了，看那一场戏，观众都可以看了，有点累了。现在李瑞生好胖，请持续锁定天道。